轿车，找不到自己的宝宝了。哎，这里有个盆，看看这里有没有。哎呀，这里呀，没有。哎，这儿还有小汽车，看看这里有没有啊。哎呀，这里呀，这里呀，也没有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不是我的宝宝吗？哎呀，这个是纸做的，假的。哎呀，还得继续呀，找我的宝宝。哎呀，这个小宝宝手里这不是校车吗？来，给我，这个是我的宝宝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这给我扔在这儿，这我也够不着了呀。哎呀，这也够不着我的宝宝呀。哎，我也跳下去得了。啊，这个辣不辣呀？爷爷，这个不辣，是甜的。让我尝一尝。啊，好辣呀，你不是说是甜的吗？爷爷，我说棒棒糖是甜的。哎，这是谁放在这儿的呀？是不是让我大鲨鱼吃的呀？呵呵，太好了，不用去找吃的了，我先咬一下这个。嗷嗷嗷嗷嗷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嘴里要喷出来一样？哎呦，棒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都把我的牙给崩掉了！你们看看看看，啊哈！早知道我不吃了，牙都崩掉了。（笑）妈妈妈妈，你去哪里啦？我刚刚去给你买了一杯奶茶。你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妈妈说不小孩不能喝奶茶。宝贝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冰淇淋。你也不是我妈妈，我妈妈说不能吃冰淇淋，肚子会疼。萱萱，妈妈回来了，给你买了一个变形金刚。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变形金刚，谢谢妈妈。我要吃个榴莲，不许吃，看看我是。我要吃个菠萝，不许吃，看看我是。吃的哪去了？小心，我们和你玩呢，好吃的在这，快去吧。要喝点什么？我要雪碧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山甜蜜蜜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小迪真棒。这个肯定是我的爷爷。答错了，小佐菲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不是你的爷爷。小佐菲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爷爷。太棒了。这是我的小鸡碗，这是我的碗，这是我的小鸡筷子，这是我的筷子，这是我的小鸡勺子，这是我的勺子，拿着我的小鸡餐去吃饭饭喽。
哎呀，拿着他们没办法吃饭呀。宝宝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姐姐，姐姐，奶奶，奶奶，爷爷，爷爷，哥哥，哥哥，妹妹，妈妈，吃饭，爸爸，好棒哦。孩子们，天黑了，你们怎么不回家呀？妈妈，你快看，我们的家都被这些大眼怪占领了，我们回不去家呀。你们这些大眼怪，赶快把家还给我们。哈哈，我才不还呢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就是就是就，你们这些大眼怪怎么跑到这儿来欺负小南瓜了？看我葫芦娃的。黑色大眼怪，你给我下去吧。梯形小南瓜回家喽。红色大眼怪，你也给我下去吧。长方形小南瓜回家喽。蓝色绿色大眼怪，你给我下去吧。圆形南瓜回家喽。方形南瓜回家喽。咖啡色大眼怪，你也给我下去吧。五边形南瓜怪回家喽。黄色粉色紫色大眼怪，你都给我下去吧。你们都回家吧。